首先把流量卡拿出来，像这样的插进去，要听到这个声音，然后再把天线旋转进去。电池，这回等待指示灯变蓝灯常亮，变成蓝灯常亮之后，可以放下手机，打开 APP，点击添加智能设备，然后再点击添加 4G 设备，等待它的秒数完，这里点击下一步，扫描二维码，机子上面这个二维码，然后等待它搜索出来。这里输入防伪密码，自己随便设置，要记住。第二次输入与前一次输入的防伪密码一样的，然后这里选择中国大陆区域，这个密码你可以点起来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。确定一样，点击完成，然后点开画面。这里是可以看到太阳光，它显示正在充电。这边是看到你的 WiFi 信号。